师兄，方才巡山，满口胡，你能啊？原来是只狐妖，有你，受死！且慢，我看他道行尚浅，且并未加害我。师兄，萧王子，万无忌。师兄，之前的情报，这次就。我等此行已有数日，还没有找到萧王下落。发现萧王是。穿戴着伤重，我听闻他们村里近日颇不太平，客官不妨在村中多。
看，快看，那道长终于开始驱妖做法。天道弟子三五成日月聚，抽摇摇入冥冥，气不到气通神。急急如律令，妖怪退散。此处妖孽被我安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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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安不是，妖怪来了！妖怪来了！救命啊！道长，你且快扶此妖魔呀！救命啊！贫道法号玄虚，刚才略施道法，除掉。我乃苍山，我知大村长节哀，老朽愿闻其近日我们奈何经村长。
响过这福子渡，不去。这是为何？近日村子附近闹鬼，这河里也不太平，终日妖物弥漫。那你为何还留在此处？我和大前些日有人想要，如果你愿意。愿意一试。前路凶险，我和你同行恐怕会拖累你，我们就此别过。如果有幸访到我大哥下落，你且放心。出什么事了？祸事喽，祸事！只是平淡那村长忽悠。
敢问老翁可？老朽正是。村中有人接连，我这就随。失魂。那是否算待我为？你可有看见我家大妹？那孩子自打晌午就没见了踪影，村外正闹着妖呢，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可叫我怎么活呀？你别急，待我先四处打探一下。有人看见他往村北山口去了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听闻最近闹……你别急，我去寻他。
的怨念。你可是大妹？这山神庙怨气四溢，凶险异常，你先跟我回村子，你娘到处找你，都快急死了。这是什么？方才是这庙中的，没想到我已出。妈，这孩子双亲离世，无亲无故，饥寒交迫而死，苦命啊！这宝镜似乎可……能找回大妹，真是谢天谢地。都不知该如何谢你。跑到那么危险的地方去，不怕妖怪给你吊葬？林家王，我只是……别杀我，救他回来，我们。满村是谁？到底是怎么？我村村里呢，前些他先是想，本想啊，这女子那老朽，想不到。村长不必担心，封印那畜生。
谁在那里？是我。道长是否看到那厉鬼？这么凶厉的妖孽，真是世所罕见。要不是那妖孽携一众鬼怪袭来，也不……道长好意。哎，就知道你跟我们这些跑江湖的不，你我也算青山不改绿。是。老朽老眼昏花，全因那罗秀才、刘胖和龅牙身及其这一我看你让、你我本无仇怨，之前暂且留你一命。你那怨念所化之鬼杀孽深重，我作为斩妖因果循环无法根。所有打扰，不知道。